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远古神龙光 Extra。这次使用的队伍是暗队。由于为什么我这边会搭配一个暗影剑哈，其实没有为什么，因为我把我暗队攻击力最高的武士挑了出来。当然暗狼我是摆不下啦，因为我放了奥丁啦。这次要使用的方式是配合用奥丁绝地逢生的方式来达到通关的效果，因为我没有这个账号没有洛基可以用，所以只能将就的这样用了。当然我算过攻击力了，这样的攻击力是够的。搭配妲己的好处就是回血量了，这应该就不用再多加解释。妲己回血量够高，然后接下来 combo 数越高的话，攻击力越强。像我现在场上还蛮多的那个星柱，我就运用这一回合就来除CD了。虽然被打很痛，可是妲己还补得回来。哎呀，他给我攻击了，算了，反正CD5有出到了。因为第五、第九关那都是秒杀的，所以基本上一开始的那五只，那个CD5一定要出到。可以看到我大概是三到五 combo， 应该算很平民的一个水准了。至于有六系以上的高手的话，应该玩起来会更轻松了。那现在是第三回合，决定攻击一下。这回合我会尽量除六颗的那个暗珠，因为我算过我的攻击力来讲，六连三吸的话，下一关就可以全部清掉了。这个战前功课要做一下，才有办法。哎呀，破坏了！我的猪啊！哎呦，场上够二四六六颗。如果贪心的话，是还可以再挤一下 CD 啊。我建议最好不要凹到那个最后回合，直接这一回合就送走他们。六连三吸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血刚刚好。我算错了吗？我看一下。这样只有六万多的攻击力而已。我算错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备案。有些时候要算好看。真的算错了耶。好加载，因为我第九关我已经也算好攻击力了。哇，好，我们这边先攻击再说。顺便砸猪村，我也把它清掉了，整个重新再来一轮就对了。
好用啊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我说在第二期第二的时候出手的安全性在这里啊，因为你拥有有时候无法预计你下一回合会发生什么事啊。哦，那这两只都挤满了，现在是第六嘛，那还好。这时候我就清查出好了。下面的话，开小六连四七，六连四七，现在是第7回合，下面的那个暗柱我会先保留了。哇，不然削到了。被人削到就先送他走啦。哎呀，又削到，这没办法，天降我没办法控制。因为这一回合啦，就最主要第八回合，我把杵到主角好了。让他锤没关系，但是你要掉暗珠给我啊！哎呀，不掉，有点危险了。哎，真的不给，不给就是不给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要做保命的动作了。力道只要不要太大的话，基本上还会留一只给我。哎呀，就怕这种天降的，我现在没办法去控制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颗。哦，吸第一的，我要算一下，6连4吸全扫，6连4吸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连4吸，哇，这个要考验我的手速了。哎呀，在紧张的时候特别会手残。哎呀，5连，完蛋了！啊！我看一下，5连可以 K 掉。我刚是5连3吸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可能我算错了，不过那不重要，我基本上已经过了就算。哦，现在就要很小心了。现在因为随便天降一下就会让我们丧命了。哎呦喂，看起来好可怕。掌握好杂猪的话，就掌握了这一场的生死，会不会太吃鸡了？看一下，杂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2、4、5。看一下，这个杂猪分配不是很好哎，我决定再削一次。嗯，长了还是一样，是怎样？再削。它攻击力有6320。好，我决定稍微补一下。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我不喜欢这种，我比较喜欢
呀，太刺激了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，九三六三，啊，打一下6300多，还可以接受，给它锤一下好了。好，我预计就压到这样的血量，2点多倍就够，因为我还有猫公爵啊。哦，砸住的话，它可以帮忙攻击。哦，这时候奥丁的绝地逢生就派上用场了。好了，决定命运的时刻来到了。哦，基本上我没有北欧啦。所以只能靠攻击力硬拼，然后再加上排出的方式，基本上这样攻击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1.6倍坑2倍左右的攻击力吧，不要断珠就好了。好，十一，非常好，再见吧，神龙掉卡血，没关系，虽然没掉卡，但是我们还是通关的。有没有升级呢？没有，对，因为刚刚不小心翻船一次。好啦，以上这个用暗队配奥丁的打法给大家参考看。好，那如果有一些想法的话，也可以帮我留言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测试到此，拜拜。